新疆四岁女童玩扭计式再创世界纪录，她的妈妈兼教练说，希望教识的女儿勇于克服难关。你们没看过这个动画片，对不对？眼前这个玩扭计式的女仔，个名叫做黄子谦，她两岁几就创下最细年龄还原二阶扭计式的世界纪录，并保持至今。不够四岁，她又用7分12.52秒打破原先的世界纪录。她的妈妈钱莉说，个女儿自细对扭计式产生很大兴趣，在训练之下慢慢掌握，二阶到四阶扭计式，甚至齿轮、二型扭计式等等。最早是在1岁10个月的时候，他就能够学会我们的魔中魔金字塔魔方。基本上这个魔方是在4岁以上的孩子学习接触的会比较多。他2岁10个月正式就能够自己独立复原这个三阶魔方了。钱莉是新疆乌鲁木齐扭计式协会会长，亦都担任黄子谦的教练。虽然扭计式有固定的还原公式，但对小朋友来讲太复杂。钱莉就将公式描述成一个个故事。因为小女孩她会比较喜欢公主呀这样的小小故事，我们就会给她讲这个救公主呀，然后有巨龙呀，然后有一些形态宝剑呀，就是把魔方的其实是公式，我们把公式给她讲成这种故事形态，她通过这个故事形态，她跟着故事，她就能够把魔方复原回去。钱莉说自己的初衷是希望扭计式成为个女的玩伴，并激励她在成长道路中勇于克服困难。无线电视记者袁元玉报道。